卖大闸蟹，进去看一下。啊，有啦有啦。哎呦哇，一，哎，真大闸蟹。有。哎，不是、啊，哎，九块。9、30几块台币耶。超啥子？啥子来说？一只还才3两呀，这蛮。一只9块，等于台币36块。嗯，在台湾吃一只最少要300-400块，所以等于这里吃10只，台湾才能吃一只。所以我们待会进去，二话不说，直接点个50只来吃。走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，有没有什么素的、啊？素的有素的大闸蟹吗？哦，这个是荤的哦。哦，对，因为他把它敲荤嘛，然后呢再拿这个。大蟹就是荤的，是这样吗？嗯，不会这么说，我好幽默哈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好彩色，我好幽默。你还记得我妈妈说你很幽默，很喜欢你的事情吗？你别这么说了，害羞。你要好好表现哦。好，谢谢田妈妈，你好。田妈妈，哇，好久啊，久。田妈妈，这样子没有办法博得她的好笑、啊。好，那等一下，好吧。你要加油。好好，不经意的露出我了，好不好？那个，哎，有什么是素的？好好好，他吃素，那点一个素的，好不好？蚂蚁上树。蚂蚁上树。他给妈妈了解我，我等蚂蚁上树，我你找下去啊！结果他很急，蚂蚁上树给不得你素的。赶快点大闸蟹，拜托。好，那大闸蟹一只9块，对不对？来20。啊，差不多。先来10只就好了，好吧？先来10只。便宜哦。哎，来，我记你。祝你们新专辑叫什么？叫做 Encore。Encore，Encore，还想再听的意思。Encore，Encore，Encore，来，祝你叔叔，我敬你。Encore 不是叔叔。你讲你讲讲话你啦，听妈妈就笑一下，哈，就搞这个。哇哦，大闸蟹，大闸蟹，在这里要大快朵颐一下。哎，苍蝇飞到这里面应该就飞不出来了。对，飞不出去。对。你们家根本不用买捕蚊灯。别这么说，教你什么事，好吧？先把这个凹拔掉。拔掉，拔掉。是走内行路线的吗？再来拔脚，直接就给它对破。Oh my god！ 哎，有高有高。人间仙境，模仿也难哦。他真的有这样吗？你做了一整个丑化的动作，小心我告诉他哦。还没有这样吗？没有。哎，素的，就刚刚说的那个。哎，还真的蚂蚁上树哎。你们这里生意很好哈。真对啊，而且高朋满座，你看楼梯都排队排满。很少可以吃到这么便宜哎。真的哈。还有，来买我们那一桌买单，多少钱？多少？121而已啊！121，好便宜哦！啦啦啦啦！20、30。谢谢东哥请我吃饭。没有，这种小钱，这个小钱我来付就好。啊，好好哦。可以这么说。在美丽新世界，小姐唱歌好听，这个就他们唱的，厉害吧？来，70、80、90、100、120，带一块就够。随便拿有一块，没，不行，要给足。我们这种刺猬吃东西一定要给足。爱存在，我还差1块钱。到底有没有啊？有，一块，有一块。你们一块借我打电话，好，算了啦。哎，对，你借我一块。哎，我看还是我，都算我的吧。那个训掉了，好感伤，我还以为你很 man。以后钱不够直接讲就可以，不用算那么久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这种东西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请前辈吃东西，吃点东西也没关系啊，好不好？不用吃东西，好不好？